各位朋友，星期六早上大家好，6月22号2024年。昨天蛮热的啊，这个终于是夏天到了啊，这边到90多度，洛杉矶难得有这样子，不过早晚还是很凉。昨天美国又有枪击案啊，不过现在有时候想想看，因为看多了这些战争啊，这些死的人其实上就是这样，只不过在美国是很严重，在阿肯萨斯有一个超市吧，一个杂货店什么的，有个人开枪，打死了三个啊，十几个人受伤，他自己是受轻伤而已，被抓啊，他没有自杀，那不晓得他是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啊。可是呢，你镜头一转到加沙，加沙昨天呢就统计被以色列他们重复的袭击几个难民营啊，至少有45个人死掉。啊，就是你就觉得说他这个加塞部两三百人一个城市，就是每天就死这么多，我都不晓得这种怎么看啊。有时候就像你说的，死亡一两个非常严重，死了这么多就不晓得怎么回事了啊。联合国秘书长呢，他很忧郁这个黎巴嫩可能会变成第二个加沙，因为以色列跟这个真主党的冲突不断。美国呢也说他支持以色列做什么行动，只是不派兵而已啊。所以他们假如在北边又打了一场仗又怎么样子啊，所以这种战火都是大家不克制的话就是这样的。上一次伊朗跟他短暂的接触啊，放了一点烟火一样的啊，一些火箭弹，那个以色列回击了一下，打了一个雷达，那样子就好了嘛。结果现在他们还在努力，因为真主党当支持加沙，加沙的地方不解决，那边还有也门啊什么都是问题啊。那乌俄战争就报道比较少啊，不过就是有一个消息也是的，都一下这个一下那个，就是说乌克兰他们到底拿到这些支援的武器可不可以打俄国的任何地方。上次他的发言人是这样讲，不过问题是现在这个年头啊，所有人讲话都不能当真啊。那你看到别的就是说实际上还是有限制，有一个报纸还画了一个那个图啊，因为就是说哪些基地从那个基地起来轰炸乌克兰的话可以弄，你可以看到那个半径图啊，莫斯科都不在这个范围内啊，所以他们这个到底是什么仗。不过后来我明白，等一下我再讲，跟台湾又有关系的啊。好，先还看到一个地方消息啊，加州这个奥克兰现在居然是一个亚裔的市长，而且蛮年轻的啊。他是蒙族啊，好像辽国啊，那边的一个就是越南，那时候打越战嘛，美国人很会训练这些，都很勇猛。后来很多人都迁到这边，他们是很勇猛的，很多人打猎，有一次打猎还杀了一个白，被杀还是杀了我忘记了，就是他结果这位女士啊在那边年纪轻轻当上市长，不过他应该也是在这边生的或怎么样的。我看啊，大家知道这个外世界少数民族啊，美国都很会煽动啊。我小时候我们西藏抗暴嘛，我们台湾叫中华民国支持达赖啊，有个康巴族，所以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互相玩的时候都是我是康巴族的，我都不知道这个族现在是怎么样子啊。那这位蒙族的理事长，他的名字啊直接翻译的叫圣陶，我不知道这是真的用中文的这个字还是就是用仙套啊。圣陶被 FBI 搜查他的家里面，然后还有一个看起来是越南裔的啊，这个洞也是个亚裔的啦，一个包商家里面也受到搜查，那主要就是说他税上啊有些东西不明不白，或者选务他已经当选，他好像才我没有查他时间呐、啊，他当选的市长啊还被弹劾，被人家批评了很多，尤其是共和党了，因为那个奥克兰实际上是蛮大，奥克兰而且明年要举办这个职业篮球的明星赛什么的哈、啊，他当意气风发，然后他也开除了几个他看不顺眼的一个。什么Tony 啊，都是法律的一套的。有一个人，他原来在他们有一个委员会，他把他解职。那个人带头来做一个罢免运动啊，我不知道这个他们那个罢免是跟加州一样的，反正就是如火如荼。台湾最近也是一天到晚要罢免嘛。
那个有时候就想说，我们有四个权啊，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这个罢免应该要门槛要相当高嘛，不然的话每天这样子，大家每天选举啊，台湾听说明年二月，可能就要试一试，而且台湾那个选罢法非常不合理啊，好像只要一点票就可以罢免，非常容易啊，我也不知道这些立法委员这么三四十年都干什么啊，那时候好像是位高权重，享受这些荣华富贵，这个看一些东西都这样子啊。那这位理事长有人就说，主要就是报税方面的，并不是选举的啊，跟政治比较没有关。昨天还看到洛杉矶报道，就是我们那个2028年要办奥运会啦，他把一些场地的公布啊，都是每一个场地都要运用啊啊。最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新建的那个体育馆啊 ，Sophie 啊，那个橄榄球的美式橄榄球的场，我本来以为他要当球赛啊，当什么的，结果他当什么赛啊？他是游泳比赛，还要在临时在里面挖一个游泳池。那个游泳比赛都是国际标准50米的啊，我不要成本啊，怎么样的？因为他平常打足球的嘛，既然这样的话，那个必须以后要拆掉啊，再打足球，还是说他可以上面盖一个板子，还可以继续打足球？夏天把它打开来到游泳池啊，我没仔细看。那还有一个很特殊啊，它有好像女足啊什么要跑到softball 女子的一些有一些球赛啊，要跑到 Oklahoma 108,000米啊，跑到那边打啊。那其他都在洛杉矶附近啊 ，Temecula 啊那边什么马术啊，还有就是新建的那个我们的 Clip 快艇队的那个主场和职业篮球场。那位也是亿万富翁投资新建的，可能也会盖好。那个好像是打篮球，然后那个主场还是洛杉矶的那个主要的奥运都在那边举行，已经两次了。所以那个还是2028年还是那边田径赛开幕式啊，都在那个这个纪念体育场啊。所以里面还有陆陆续续一些小的地方啊什么的啊，还有跳水的也是另外的。我记得那时候1984年的时候，南加大附近有几个跳水场啊什么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不用啊，就说这是第一波的这些场地啊，这样子的。好，我这个就讲一下啊。昨天我正好看到台湾一个名嘴，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我算是他的我喜欢听他的了，大部分都很同意。他就讲了说，台湾现在跟大陆的一个灰色地带啊，还有呢大陆的沙菲禁台啊，就是对菲律宾的用海警啊，这个军队有两种，这个海警是算是民防啊，还有一个是军队嘛，他等于是没有动用军队，所以你就算不上打仗啊什么的，用这些海警其实是个半军事的，就跟这个公安啊这样子跟美国的海防队啊什么的，用他们去执法。而且呢，他在这个法律就是他前几天就成立了，通过了，可以实施，就跟美国的常备管辖啊，美国不是每天301啊，这个那个的，就管世界各国的事情，你不符合规定，我就可以被抓来关啊。那台湾好几个以前企业界人被美国关，我都不晓得，都没人追踪啊，倾家荡产，就是跟以前那个台湾有一个手机 HMC， 听说非常成就很好。然后后来也是被很多很多的各种原因，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大家以为苹果手机啦，然后大陆一个华为在抗衡。那这个以前台湾自己制的居然没有受到政府保护啊，就烟消云散。我也不晓得那是王永庆女儿创的一个手机工厂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是很明白了。不过你知道美国就像那时候孟晚舟他说，哎，不准向伊朗运输他们的公司跟伊朗有一点交。他就要把他抓起来，那这个就是美国怎么这么霸道？那中国现在也学这个霸道啊，他立了很多法。第一个当然就是菲律宾，这些都是固有领土，你在里面烧烂啊干什么？所以那些菲律宾的在那些岛礁，他们有争议的地方，他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执法。那还有一个当然就是台湾的，因为对他来讲，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像我们以前在台湾是说是哪一个中国的一部分。现在台湾是不管了，说你是你，我是我，可他就说，哎，不行，我有这个法，所以他还通过了很多什么判断啊法，就等于说以前
我记得以前在台湾啊，讲台独也是犯罪的啊，会抓起来的。可是以前的台独跟现在不一样啊，以前台独受日本人支持啊，那个什么廖鸿毅啊，什么邱永汉啊，都跑到日本，后来呢都沟通都输成了，因为他们都是地主嘛，很多土地各种利益，就后来连老落叶归根嘛，后来都回来了啊。那新界台独就不太一样，可是也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跟美国日本啊。那以前的话大概没有法，就是你只要倡导这个就是黑名单，讲了一点，还有就是跟共产党有关的嘛。那结果呢，大陆就是说我们通过法律，你被我们认定分裂国土，就是任何国家分裂国土都是有罪的啊，他就定这个法，那他就等于是视为台湾这些他没有管辖地方，他有管辖权，当他不一定派突击队来抓你啊，反正他就是放在那边，我要用的时候，你假如到外面旅行别的国家，我跟他有外交关系，把你给抓起来。所以这个以后啊，这言论自由是一个很大的就等于你稍微批评他，你都不晓得会怎么样了。我们比较没那么严重的恶劣的批评啊，我的很多朋友那是批评的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呢，这个郭正亮就讲嘛，他们先立了法，先的什么，再一步一步的，就等于是我的行动都是合法的。然后以后下一步就是要到金门，因为金门很多他都不管以前的划的区域势力范围啊，他就飞机啊飞过来，船呢他要挖一条这个直接到厦门港的，以前是尊重台湾在金门有守军啊，绕开，现在不绕了，就大拉拉的几万吨的挖犁船啊。那我实际上想的一个还更那个的，哪天到澎湖去耀武扬威的话，你台湾怎么办？台湾现在每次都说我们有办法，有办法，讲了一点的，军力又比不过美国，又不帮忙的话，就跟菲律宾一样，你面对这个，而且在世界上是中共，这是有法理上的地位嘛？那么100多个国，台湾只有12个邦交国，这些所有的国际的都认为是这样，而且俄国不是公开的要帮助中共这个收复台湾啊什么的啊，所以台湾的险境很多，而且。我看的就觉得很有意思啊，我转发很多，等一下我把那些我那些比较台湾主体的这些朋友也看一下了，我觉得当他们一定说这个郭正亮是叛徒啊，他以前是民进党的嘛，结果一翻啊 CNN 居然有个特别报道，他说美国的智库啊，不过里面好几个华裔的研究员之类的，他们也是做了一个这种灰色地带的一个探讨啊，就等于说你不要以为他是武统啊，就直接打你，他有这种方法啊，因为他这方法有英文上是讲啊，叫做帮你隔离 quarantine， 他这不是 blockade 就是战争行为， quarantine 这是他的内部执法问题，他用这种东西慢慢一步步到台湾的船只还要检查到什么，就是你没有主权了，那我们就会抱怨啊，说我们养了那么多军队国防部长什么的你怎么办，那你问题你要反击的时候，我相信那些阿兵哥一定很生气嘛，假如被他这样子压迫到哪天就开动火了，他就可以用有理由了，至少把那一地方呢把你扣押啦，怎么样怎么样子的，当然他我相信他不希望死很多人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不知道台湾会怎么样子来应对这个策略啊，那个假如每天都讲我掌握了，结果是这样子的问题啊，所以台湾真的这方面是很蛮讨厌的。台湾另外一个啊，就是说，哎，说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已经被污名化了嘛，只有我们从政的人没有人敢讲，马英九的时候不敢讲，最后刘永捏说自己是中华民国人。所以这个我看到一位以前呢、啊、也是算是认识的啊，林正杰，他现在这个大统派放了一个、啊。我就觉得他们这几个市长怎么会讲，他说质询的时候侯友宜说我是中华民国台岛湾人什么的，这就引流，我看说原文是不是这样子的，然后人家问蒋万安他也是说我是中华民国台岛人还是什么，就是讲的都是不像中文啊，不像一般的国语的话，就有个人把真正的文章讲出来，他们质询，他们只是讲说因为这个连胜文大家都说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样子，不晓得啦，你认同中华文化就应该是这样子啊，我这个中国人只不是那个中共人嘛，讲起来真是耍弄这些文字游戏啊。然后民进党就问这个蒋万安跟侯友宜两个最大市的市长啊，
他们只是讲说我是中华民国国民，他不会讲中国人这三个字啊。结果林正杰就是在我们常常在这脸书上啊，看他们 PO 的正反都有，有些那个民进党的朋友每天就讲的是讽刺啊，很恶劣的非常恶毒的话，然后碰到林正杰这个大统派，他是对国民党很不甩啦啊，他是现在说应该大声讲，问题他没有职务啊，这些有职务人为了选票就只好扭扭捏捏，我当然也是觉得我很不耻，可是问题这是台湾的氛围啊。好，波音的太空舱终于看个消息，他本来六月底要回来，现在说无限期延期到七月，还不知道七月哪一天了。他这里面有个那个女的太空人是印度裔的啊，印度人都非常喜欢他，每次上太空他好，他是老了了，去了好几次都带个印度国旗啊什么的，所以你想看哇，印度人的太空人，印度人的女副总统啊，很有意思，所以印度人非常关心，而且觉得哎呀他们回不来，所以印度那边这方面的消息很多，因为哎呀卡在太空站里面了，我是觉得一定会修好然后再回来的哈。昨天还有一个中国在发射的一个卫星啊，这个卫星是中国跟法国合作的，它有四个部分，两个部分是法国的，两个部分是中国的，听说要探讨宇宙的各种那个 band 的奥秘啊，什么多少百万年的光年以外的声响啊什么的，反正那个科学事情是很复杂，很一般人了不解，不过至少这个美国一直抵制中国啦，这个也是一样各说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好像二十年前美国不让中国参加欧美俄国的这种太空计划，中国就自发自动，结果呢又一个朋友讲说哎，那时候美国有邀请函，中国不加入的，你看这些人还是很有信誉的，我说他从哪边来的资料，有没有查证到底是当初中国为什么没有被拒绝在太空合作的之外，中国要参加怎么会不愿意参加呢，一定是有很多奇怪的限制或怎么样，当他把这个言论一泼出来，哎，是中国本来就坏啊，所以那些人已经在某方面里面跟我们比较一样，可是有时候对这些事情啊用这种方式讲啊，很多人我想他们都是当过教授啊，都是博士级的啊，都会这种言论，像我们这个就是一般人，我们有个 common sense 啊，存疑啊。好，瑞哈达这个选举官司啊起诉了几个那个他们作假的，结果呢有一个法庭都说我不管，就把他解散，听说检察官他们是起诉的嘛，就说我们还要继续告啊。印度爆发这个示威啊，这很好玩，他们有一个考试制度啊，听说里面有猫腻，什么考题泄露，我没仔细读啦，哇一堆人上街，这个亚洲国家对考试都非常重视啊，考不好了那我们像台湾大陆应该还算公正吧，当少数的走后门这一定有嘛，可是只要不要那么多，可是他这个大概就是很普遍，所以印度人上街头抗议靠事故宫啊。最后再讲一个以色列，也是以色列这个历史很好玩，他们最近啊在以色列中部一个小城 Lod 啊发现了94枚这个铜币跟铜币银币跟铜币，他们说是公元300年左右，然后说一个卢卡斯被罗马皇帝啊这个残酷镇压之后，把一个犹太人家里面烧掉，就里面或者在里面残留的90，这应该很值钱啊，各种样子，我只记得犹太人抗暴是抵抗罗马公元66年吧，他们这些一千几百个人就整个跳崖自杀，那有一个地方都是大家去朝圣的啊，结果在公元300年左右了还有这种抗暴啊，那时候大家知道罗马人统治所有地方，你只要基督徒啊什么都受迫害，讲了一点有点夸大了，你看这些死的人啊人数啊，我们当时讲他们很伟大，各种电影就深入我们的心，可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啦，然后后来不管怎么样他得到正统，这个基督教得以发展，就犹太人就很糟糕，他们有些风吹草动啊就把他们杀，我那时候查真的查不到，我只查到一个斯巴达，我知道斯巴达以前独立反抗罗马嘛，一下子全部杀掉都吊在十字架上面，那是罗马的事情，好吧就这样子了，这个我的漫游提供大家一点方向，在日子过得有趣一点，好，拜拜。